给加了肉，爽肉。要摘我啊？帮我宣一下第二个令好不好？八度的。OK。八度啊。好，刚才我们讲到哦，杨坤的那个你的那个故事啊、哦，等下我们继续讲啊、哦，八度我们再看。嗯WhatsApp， 你讲啊 ，WhatsApp 什么的 ？WhatsApp 啊，来我帮你。你帮我。百度啊。这是百度。你看了没有？还没有看。这张扣扣。百度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哈、哦，等我们 share 完出去先，好不好？好，帮我宣出去哈、哦，八万跟八度。OK， 删了咯。你先在那里？沙包。沙包哥也是。你再删啊，对吧？怎么着 ？OK， 删了。OK。删了。删完噻。OK，、好，继续讲回刚才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断线了，所以我们继续进到来这边。刚才我们讲到，这个杨坤，刚才你讲的公司在 campaign 的时候你听到了，然后，听到啊，有好的产品。有好的公司背景，有好的创办人、就是好像有一个公平的平台、所以如果要好做好就要做一个真正的方案、我们才能成功坚持下去、会更加的好这样子咯、回来就、所以回来就配合他一起所以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啊、其实在 Evon 的组织都已经栽培很多个 CCA 很多个 DCA 了，然后这次 campaign 你们带多少个人啊？应该有整四十人啊。四十人哦，很厉害嘞哎，真的是很厉害，是两夫妻一起280%力量一起去配合，对不对、所以呢我顺便讲一下，你以前一开始做这个 B 事业是叫这个 Hilux 大着肚子，哇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哇，以后你真的是很厉害哦，大着肚子都可以，啊，做这个事业啊，到现在，昨天刚刚什么？拿了一辆 BM 哦。哇，拿新车，除了自己的新的一辆 BMW 的 3 Series 啊，对，就是因为他们两夫妻一起 fight 这个汽车基金这个 car fund， 然后呢？什么感觉啊？你要讲一下吗？很高兴哦。讲真的，那天我拿车之前呢，我有一点睡不着，因为哦，真的哦，没有去想到啊，自己是普通一个家庭主妇，对吗？假如是说你不要去想去改变这个生活啦，你其实你是没有会想到你自己会有自己驾一辆可以自己梦想的车，所以哦。在做这工的女人或者是家庭主妇们、其实你们真的要想要改变、你们就要真的要有借这个平台、BE International 这平台哦、真的去了解这个公司、然后哦真的用心才真的可以改变这个环境，你们自己要的环境、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，所以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事业、所以真的是不一样、要配合咯。然后杨坤呢？你坐了车之后什么感觉啊？很开心咯。因为觉得顺便跟大家讲恭喜发财嘛。不要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出了新车。出新车过，出很久没有出新车过新年。很久没有出新车啊？没有，出新车来过新年。是。以前小孩子就是，出了新车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人生中有没有驾过 BM 啊、Merc 啊这样子？驾 ，Family 有啦。自己没有。自己的 Family 有，就是自己的没有，自己的就属于自己真正的。对，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真的。不能睡觉吗？没不一样的感觉哦，真的是自己的、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好像你的孩子哦，自己生的又不一样，别人的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有没有觉得哇，有这个太太很骄傲啊？哦，我觉得
一个他很头痛，不是，可以这样讲了，不是，在我心目中，如果他是讲不是很高那个女人啊，她可以再逼成功啊，所以我觉得跌破眼镜没有跌破眼镜啊，其实还有其他人应该可以更加可以，如果你坚持下去更加努力，应该可以成功，更加好，做得更加好，会更加成功的。但是我是看到 Yvonne 改变真的是很大，甚至杨坤啊，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啊，他是好像比较拽拽这样的，比较拽拽这样黏黏这样的，哇，他是慢慢改变，慢慢改变哦，变成真的是非常的跟，非常的听话。然后呢，真的是很跟住上线的脚步去做这个事业。然后有，当然，在他一个那么普，他们讲普通的家庭主妇啊，做生意的生意人这样子啦。但是，一定是因为有一些人在后面扶持你，帮助你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我们要请他出来一下。要，哎，请他出来。还有 live 的，还有看到，还有看到他现在没有断啦，现在啊，本来还怕羞了，你看，还。耶、！OK，看到啊 ，OK。然后我现在其实我们要感恩的先是吗？马里奥，谢谢。然后真的是非常。你有什么话要跟 Alice 讲吗？你认识 Alice 多久啊？我认识 Alice 应该有整10年有啊。十年。我都10年了，你11、12年了。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。哦，是哦。在另外一间公司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对了，有10年的了。10年哦，不知不觉就是10年了的咯，所以再不改变又是10年了，是，对吗？对，是哦，这一次你做的最对，就是做了 B 一，是吧？对，再不改变，又没有多少个10年人生，是，真的。然后有什么东西要跟他讲？要跟艾丽讲啊，谢谢艾丽说，好，然后她真的当我怀孕的时候，她真的很帮助我咯，那时候配合，然后又因为我。比较流惯性流产呐、啊，我不能这样跑来跑去，我是。哎，你比较担心啊。担心，所以他真的很帮我咯。不过那通电话打给他那通电话，真的，他解释了很清楚了，不然哦，这个比较难啦、啊，所以非常的感恩呐、啊。其实她怀孕的时候嘞、哦，我的孩子，我女儿。我帮你。其实她怀孕的时候我还是有跟她讲的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喷泼，哎，我真的很怕，等下有什么，哇，你的杨坤就找我，我就赔不起了，我也生不出了。可是讲真的啦，她是真的很相信我，然后她也很相信平台，相信公司，然后最重要是她很肯付出咯，她真的很努力，我一直跟她讲，哎，你，她从金宝啊来 KL 啊，就好像我们 KL 去葛崩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我们我跟姐姐去葛崩。2天一次，来一下给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 baby 也在这边，你看，哦， baby 也在这边，你看，这个真的是 Cottonshi baby 的，然后抱住来做 BE 的，怀孕的时候，她是从怀孕，然后到生孩子，我们讲哇，这个 Cottonshi 真的是很好，怀孕真的是这个是真的是光电子 baby 啊，对 ，OK， 然后好。哎，杨坤再进来一点哈 ，OK， 到最后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好不好？ Okay. 先预祝大家这个新年祝你事事顺利，心想万事如意。祝年万事如意，步步高升，大家一起新年快乐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更上一层楼。好，大家一起 ，OK， 一起拜拜。拜。就觉得呢，有这个很男子的样子。